贝克汉姆妻子维多利亚过去曾经一度隆乳又拆弹，近日她首度坦诚后悔做隆乳手术。我应该这么说，不要乱弄你的胸部。据悉，维多利亚曾在辣妹合照团时期接受隆乳手术，一路从 A 奶加工到 D 罩杯，超级不自然的石头奶一度掀起热烈讨论。后来她又因为受不了胸部快顶到脖子，选择在2009年拆除人工双峰。日前她在写信给18岁时的自己，就坦言后悔隆乳。这些年来我都在否认这件事，我真笨，这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。身兼时尚设计师的他也告诫18岁的自己，请停止去担心自己不漂亮还是不够瘦，而是该尝试拥抱不完美的自己。